那古林头的石刻的话，哈，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，或许是一个转机了，哈，我们来做一个思考，哦，就是说能不能让我们整个石刻可能提升它的一个价值，也希望做一个转型。那我们也现在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，希望有透过我们的一个石刻来做一个导览，让它增加它的附加价值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也希望哈，我们未来啊哈，我们整个金陵乡是一座幸福之乡。石刻跟小麦跟文化是我们金陵乡很重要的在地元素，因为金门发展观光脱离不了吃喝玩乐，但是也不是意味着烧钱，我们也有很好的在地元素，有很好的在地产业，有很好的在地文化，那乡公所都把这些融入到我们的观光里面，所以县府一直很关心整个产业的发展。那到目前平挂式到深水式的养殖，我想这个产业的话，以前我们调查大概有600公顷，是我们先民一直以来赖以为生的很重要的产业，所以乡公所跟同仁把这项很重要的产业延续下来，同时也结合小麦，因为麦田现在黄金浪一片，其实是相当美观的。前方。